准备就位了，马上就要十点，我们要准时开会了。好久不见，是吧？哎，我们的志工那个后面椅子不够啊，拿过去帮他排一排，给我们的别底的李明哈，给他坐一下，站着太久哈，太辛苦了，椅子摆一下。十点到了哈，我们的会议准时开始哈。谢谢大家那么踊跃的参与哈。那今天是台湾立方人员在所在地所办的说明会，那感谢各位乡亲父老今天这么热情的参与，热心于地方的事务啦。那当然我们要所有与会的来宾，包含说涂议员啊，涂议员跟代表，还有就是许根生议员的代表，还有我们环保局跟金发局的长官。好，那接下来为了不
拖到大家的时间。好，那我们请问一下与会的各位来宾，有没有要为这个说明会先讲一些话，先致辞？如果没有没关系，等一下我们的说明会，等一下会有台湾立方这边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说明我们在当地的建设到底是怎么样去执行跟办理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也会预留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充分的表达意见。那台湾立方呢，这边会用最真诚的角度来去接受听纳大家的意见。好，那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回答大家的意见，然后让大家知道。黄委员，麻烦是，哦，是，我们刚才黄委员也到现场了。那各委员们跟议员们都非常关心当地的发展，好，那谢谢他们今天来这样子。那 OK， 如果说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今天说明会，等下会有我们的一下有关于台湾立方能源在这里建设的相关事情。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郑执行长。各位乡亲早，那黄委员，还有许议员，涂议员，好，那谢谢各位莅临现场，那当然还有在地的各位议员，那我本姓郑，台湾立方的执行长，那今天也很荣幸来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案子。过去五年来的一个发展，还有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台湾立方。台湾立方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投资的一个外商公司。好，那我想大家很清楚，外商公司对于各方面的要求，包含是在环保，包含是在各方面的合法合规，都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那台湾立方在台湾的投资也不光是只有观音这一个案子哦，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案子也在进行当中。那台湾立方主要的一个涉及的投资方向，第一个就是循环经济，就是大家有看到一些跟环保有关循环的一些工作。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我们所谓的 WTE 的一个项目。那第三个就是跟所有的能源建设有关，尤其是大家知道目前整个碳减排还有一个再生能源的议题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台湾立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们也跟乡亲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这一个观音的再生能源电厂的一个新建的一个状况跟计划。好，那基本上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这陶科的这一个案子，基本上我们并不是各位乡亲所谓的一个废弃物，我们是按照环保署所规定的一个固体再生燃料，基本上它是一个燃料。全世界的趋势就是说，因为现在台湾也不能烧煤了，但是我们有废弃物要处理，所以我们会用很高的标准把废弃物转换成为煤，然后取代煤来产生再生能源。好，因为大家知道整个台湾的一个能源政策基本上也是相当明确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源转换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可能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并不是所谓的焚化炉，我们是一个再生能源电厂，这个跟各位乡亲再做一个保证。那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外商，其实我们引进的设备都是从欧洲从日本所引进的。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会用一些比较低档次的设备，所以我们是非常注重环保安全。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排放是非常非常低的。好，那这一个也是讲到就是说减排跟减碳的一个效益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从整个燃料的一个形态来讲，大家可以比照一下，就是说各种燃料它有一些所谓的排碳的效益。那基本上我们用所谓 SRF 的话，它的排碳的效益是最低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目前你只要有排碳，像欧洲要跟我们国家课这一个所谓出口的关税，
那将来台湾也要课所谓的碳关税，所以目前整个大的趋势就是说，你要把一些传统的能源燃料、天然气等等，你要用一些比较低排碳的方式来做取代。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引用这样的一个 SRF 的一个排碳的一个方向。那乡亲关心的就是说整个一个环保的一个排放，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跟即使跟干净的燃气电厂比，我们的排放都比它来的要低很多。好，那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在这一个环差修正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开发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超过五年的时间，所以当初其实也考量，我们把原来的一个环评的这一个所谓燃煤的方式变成是 SRF 的方式，所以在环差也做了适当的一个修订跟要求。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外商，所以我们也过去这五年多来，我们按照法律法规一步一脚印，我们来落实我们案子的发展。好，那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案子并不是昨天才开始建的，我们大概在将近两年前，事实上也跟各级政府，也跟相关的一些外使单位等等做报告。那我们在两年前的十一月，就是2021年的十一月，我们办理了一个开工典礼。那我们也邀请到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商会等等各级的，还有当然还有我们的工业局长官、经济部，还有桃园市政府来做一个开工的典礼。那一直整个工程推进到现在，还有我们施工的控管哦，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基本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外商，基本上环境优先，这个是最重要的哦，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透过一个先进的工法等等，我们注重了这一个所谓 ESG ESMP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推动整个项目的一个设计跟施工。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整个施工的方式，我们是用低噪音，防止污染扩散等等，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还有我们也有一些施工的品质承诺，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过去甚至对于空气污染品质的一个监测等等，我们都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跟各位报告一下。那还有我们也设了一个专用的网站，然后跟社会有所接触，我们也接受广大透过网站接受居民的一个监督。那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内容。好，那这个可能是施工过程哦。那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未来乡亲所关心的，就是营运过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地方达到一个敦亲睦邻的工作。好，那首先讲一下，就是未来营运的话，我们会有几个工作的重点。我想乡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烟囱排放的问题哦。那这边我们也在这边强调，也承诺，我们未来的所有的烟气排放的状况会24小时跟环保局做连线。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未来这样一个电厂它的状况，它的所有的一个排放情况，乡亲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相关的数据哦。我想这一个是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承诺。好，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这里是不收废弃物的，我们基本上只是使用所谓的固体再生燃料，它是一个再生能源电厂。好，那这边乡亲当然也关心说未来我们怎么样跟在地的乡亲能够做到一个敦亲睦邻的工作。好，那几次跟地方政府的一些主管机关，包含像警发局还有环保局的长官，我们也几次要求，就是说做一个外商，我们希望敦亲睦邻是要法制化、制度化。
也就是说，就像是相关的一些回馈的制度跟办法，它必须要是落实到法律的一个层面哦。那这边主管机关也开始研议，就是说相关的这些再生电厂的回馈办法哦。所以这一块其实各级的长官也非常重视啦，包含我们黄委员，事实上他也曾经在一年多前也召开过相关的会议，怎么样来帮助乡亲去推动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类似的回馈的一个制度哦。好，那另外，因为这个制度推进，我们并不了解到底政府相关的立法单位要花多久的时间。那我们这边也承诺，在这个立法没有完成以前，我们公司也会有一个所谓内部的一个敦亲睦邻的回馈制度。好，那这个制度我们也会比照相关的便携金的计算方法来做一对当地居民做一个实际的这一个回馈。好，就是相关的一些敦亲睦邻的基金回馈。好，这个跟各位乡亲做一个汇报。好，那这边我先用一个简短的报告，大概来跟各位乡亲做一些说明哦。好，那先这样，好，谢谢。